欢迎大家回到勇往直前的蒙哥探姐。一杀一世界，一亿一疯狂，疯狂的大 vocal 那英子，智商超群的小经理，我是关晓彤，做你最爱的小清新，单边酒窝的带薪少女欧阳娜娜，化成雾，化成风，化成雨的化成雨，不擅长变成擅长的你们的嘉哥孟嘉，心脏狙击手李文俊。在最后的决赛，我们会最终选出六人成团。我天哪，好吓人啊！红酒里面有花瓣，肯定中毒了。这里还有一道刀伤，血迹啊！孟佳和娜娜好像对这首席不太友好，首席欺负过他们。娜姐会经常吐槽他，对他不满。我记得杨迪和首席的矛盾很深。我把一个红色的那个粉末放他酒里，我是想刺他。就拿这个笔给了他一下。我工具箱我也拿过的。我就开始拿那个衣服去擦地。我们是不是都是同一个时空的作案呢？